什么味道？好，然后你看哈、哦，我们要切柠檬，把它切两边。有嗅到吗？为什么不要切了才放哈、哦？很简单啊，因为你切了才放，你柠檬汁、柠檬精油全部在哪里？在你的砧板。对吗、嗯？有没有闻到柠檬味道？有、啊。我现在闻到一个香香味道，有水草香水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切它，啊，切怎么样？好、啊，啊，把它切七八块，就像太阳花一样。对了，然后旁边呢，那就用刀把它刮刮刮，让它的柠檬精油出来，这样明白吗？啊，然后切切切切它，然后呢就是这样。然后要怎么挤我们的柠檬呢？啊，这么热怎么挤啊？来，拿这个压下去。请问你柠檬汁出不出来啊？出来。有没有？请问现在是不是柠檬味道都很香啦、啊？嗯。有没有闻到柠檬香味？有。有吗？有。有没有闻到？有。有啊，好，如果说哈、哦，我们在家只是这样切，你闻不到柠檬香味，啊，所以你看，哦，小心，小心，我小心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有吗？就切成这个样子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找一个小朋友的脚，有，你要不要借我你的脚？来，来，你就坐这边，我们来做给各位看，到底该怎么做哈。好，这边哈，好，谢谢。我们呢，首先呢，要有两条布，一条布呢比较长，一条布呢比较短。那比较短的布呢，是要包住它的脚了。可能你要坐这边来，我们来后面的 MP 才可以看到旁边的 MP。哇，好冷啊，冰冰的，你的手脚都冰冰的，然后要先跟他们晒，好，让他的脚不可以冷啊、哦，不要冷，你们看是不是冷的？很冷哦，啊，小孩子的脚不可以冷的哦，都是冷的，就是身体不健康的，啊，所以呢，就给他按摩，按摩他的脚没有冷了之后呢，我们要准备一条比较大的毛巾，这么大的毛巾做什么用呢？好，那。按摩了之后呢，这个是不是很热的？有没有？打开它。有没有看到有烟出来啊？有没有？给它的烟出来一点点，好，然后才把它包起来。看到吗？包起来之后呢，再把一条布给它围起来。啊，为什么要围起来？很简单啊，不要让它的热气跑掉。有没有？请问你舒服吗？舒服吗？很热的。很热的。哦。这样给他加冰，舒服吗？啊？没有紧张的，舒服吗？你想，点头，摇头，哎。是很舒服的哦，回家叫妈妈做好不好？点头还是摇头？好不好？啊？妈妈如果像她的体质啊，应该都做，因为她的手脚都冰冷的，然后不要尽量不要给她用电脑太多。
手机不要动，谁的孩子啊？有没有用电脑还是那些啊？他是他用电脑哈、啊，我要给他做一些泡脚。嗯，这样明白吗？就是这样。那对不起了，我现在要打开了哈。因为我们时间啊，30分钟，30分钟，不用换。然后包一边还是包两边？你直接你猫看是热的，它还热的，有没有？啊，然后这样子包哈、啊，包30分钟，包一条腿是两条腿，当然是两条腿了。那再顺便摸一下它的手，哇，如果也冰冰的话，手脚都可以包起来。这样明白吗？这啊、对，包手包脚。这个一天可以几次？啊，一天可以几次？如果他的烧一直没有退的话，你可以做。然后身体都很冷的话，都可以这样子做。好，哎，我们找不到，如果半夜才下山那边，好，很好。半夜找不到柠檬哈，你们这边有柠檬精油吗？燕梅有卖柠檬精油吗？好、啊，没有啊，没有，要找一个好的柠檬精油。好，如果没有找到柠檬精油的话，你可以用柠檬片，像它的脚这么小，我们用一片就好了，放在它的涌泉穴，也就是这一边，然后把爸爸的袜子赶快穿下去，你有的吗？好，穿下去，然后穿下去呢，就是给它这样子，到明天早上你打开起来的时候，它变成柠檬干，啊，OK， 它变成柠檬干，这样子就会保护它整个晚上不会发高烧。他不会发高烧，这样明白吗？你可以去查。为什么？啊，如果有柠檬精油呢，你就先查柠檬精油，然后给他搓脚板，用你的手搓他的脚板。这个地方叫涌泉穴，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他的肾啊，很亮，就是一直这样子按摩搓，好，这样明白吗？就是帮他按摩，要按摩几下？1500下。当然啦、啊，你爱孩子就是要这样啊。那如果没有空的话，就500下。好，然后你用了这个柠檬精油是最好的，因为柠檬精油有杀菌的功能。然后过后你要用lavender也可以 ，peppermint 永远是最后一支。你可以用其他很多你要用的都可以的 ，teeth 啦什么都可以用，但是记得 peppermint 是最后一支。啊，你可以 continue 滴完的，滴完的按摩，差不多100下了之后，再另外一支再按摩，然后再另外一支再按摩，你可以用几个都没有关系的，没有老班大，有那些都可以用的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喽。